无所谓啊，我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，现在只是说我去参加了，他获得呢，是我的就是我的，就像我歌词里写的，我不在乎这个东西，有能力的时候我还能杀回来，没能力的时候我只能够。民谣就说其他城市比我们城市好，黑怕的特点就是我这儿比你那儿屌。雷斯福多问你想要啷个，雷斯福多问你想要啷个。拍你说拍杂志是那个就是27号就是我边演的时候他们边拍，是这个意思吗心如姐？我比较排斥商业这个词，所以说我的东西一定不要偏向商业，他不能太掌控我，那不然这个样子就不是黑怕了。黑怕最大的就是他自由包容性。我们做这个其实不是为了钱，我去那个终点，那个终点路上我会遇见钱、名气、低潮什么的，最后去那个地方。Welcome to my home。我爷爷把我们全家带到这里的，然后黄角坪那边就是我妈妈从小到大的环境，我家在这两边之间。好野啊，这些现在看起来，但是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跑到这里来游泳，然后春天就去那山顶放风筝。在这个地方单身的人有一种很真很质朴的东西，所以说也成就了我吧。接触到黑怕，如果是的话，这个就是接触到黑怕那个的地方，是通过篮球。我以前打篮球天天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延伸开了，找到了重庆一帮喜欢的人，我们就聚在了一起。Let's go 多哎哎切 It's freestyle EYE and bridge kill that shit 1 2 1 2。现在把你带到球场，你看到 Young Bridge 来了，你说久仰，所以那些东西没有气概。我很早就认识 Bridge 了，很早就认识他了。当时我认识他，可能还没有那个大师，对吧？对。当时有个群，对吧？对。群里面聚会吃饭，他要来，但是他是高中生，然后就很自然，帮大家一起玩。然后用我的方言为你讲话，你知道我们重庆永远 wake up， 他们根本不用这么害怕。这是篮球场，现在我们在桥下呀。不多。我和阿宽，我和雾都，我和浩哥天天是聚，而且越发现是越聚的越多的那几个人，就越走得起来几率。希望每一个兄弟都能站起来吧，对，都能被大家了解，为彼此走起。差不多一个人要单干3到4年，我觉得每个 rapper 都会经历这个阶段，抱怨市场不景气，抱怨圈子太少，不会有太多人知道他未来的路在哪，只是说我们凭着自己每个人觉得对的方向，在一起百家争鸣，最后在一个点上面汇合。我们大家喝一个，来，大家走起来，喝着喝着，走起来。别人喝酒，我西瓜吃。我太喜欢了，这个有点屌。来，大家分着吃。他最近火了之后，我父母把我们的歌都听了一遍，我自己尴尬症都犯了。之前很多领导都不认识我们，现在很多领导就说，毕哥棒来重庆，他签了字；周杰伦在重庆开演唱会签了字，那你干什么？为什么不签字？就这种。我的生活才是歌词，就和以前不一样，只通过音乐和电影来表现。这个就是。我给了他们想要的，他们一定会给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现在说这个话更真实了，我不再是吹牛逼了。
你懂我意思？屌就在这里，以前我是假的，现在我是真的。你下交，拜拜。大家往前面站一点，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桥，你们把我从这边传到那边去，好不好？请把你的下手力道给我。我们的国情支持 hiphop， 我们才可以玩下去。那所以说，我们都是心存感激的。他们就是一个桥梁，我觉得帮我们提前的达到了对岸去，然后让我们看到对岸的环境。现在要怎么去感染对岸？才发现，原来那我就是老大。